准备好了没有？没问题。我这别紧张啊！不紧张，不紧张。来，开始。老左开，小刀拿，先下肘子后肘，尾骨，下边抱。 前腿。 肉有点多，咱们剔个肉少的，剔个肉多的，看看哪个好卖啊！来，先剔个肉少的，好的。想剔肉少的，这刀紧贴着骨头，基本上不留肉啊！你看，手往那一坠。 这边，往上一翘刀，哎，肉少的骨头出来了，咱们再剔个肉多的啊，来，哈哈哈，哎，炉火纯青啊，这骨头把肉把骨头包住。 拉平，哎，来看看，这是个肉多的，你看，这是肉少的，你看，顾客喜欢哪个呀？那叫顾客说吧。那你要骨头的是吧？啊，我要那个棒骨肉多的。你看，这没办法吧？没办法。对对对，他要肉多的。所以说咱们带肉多，顾客就喜欢肉多的，咱也没办法啊。来，把这个给顾客做一下，好嘞，谢谢大家。 小里脊啊，看好，小里脊特别嫩，炒菜啊。看这个啊，后腿分开，第二节肉皮拉透，关节拉开，轻轻的一掰，哎，这就掉了。后肘，看这个尾骨啊。 整个就是转了一圈儿。
这骨头又下来了。师傅，这后腿肉最好的一刀是从哪儿来？后腿最好的一刀啊，来往这看，看这啊，这个筋膜，这个筋膜，这个肉疙瘩，从这个筋膜这拉一刀，最漂亮一块，来，给大家来个特写。然后咱们剔这个排骨啊，看好，画一个轮廓。哎，这个排骨剔出来，要剔得恰到好处啊，肉不能多也不能少。看这排骨，肉不多不少，恰到好处。嗯，往前推啊，看好。往前推，哎，这排骨下来真好。嗯，漂亮。五花肉最好一刀在哪儿？五花肉最好一刀，你可问对了啊！看，这排骨的第一根，看这啊，第一根排骨，这我给拉开，叫你看一下啊。看这刀，五花肉最好的地方，看出来了吧？出这一刀好了，哦、这一刀。来看前腿啊。先取筋膜，把筋膜去一下。哎，再拉前肘，拉前肘看好啊，转一圈。嗯，就行了。上面梅花肉，这上面是梅花肉啊。哎，提着这个扇骨。底下来这么一刀，外边来一刀。哎，这扇骨就下来了。哎，咱们看这个前腿最好的一刀，知道在哪了吧？嗯，在这个正中间。正中间。正中间啊，拉一刀啊，看好啊，正中间。来，看看，来个特写，前腿最好的一刀，漂亮吗？看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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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花肉，嗯嗯嗯，相当好看。好嘞，来。谢谢。